起亚随处可见，远处那个红色的是那个起亚那个 Stolik， 是一个最小号的 SUV， 旁边还有一辆，而且都是红色的，就是这么巧，它旁边居然是一辆 508SW， 这个车已经中期改款了，把那个獠牙从一条变成三条了，好像已经到店了吧，有空去店里面瞅一眼。又是一辆很小的起亚，这是那个 Leho， 比那个 Sport 比刚才那个 Stolik 高一个级别，不过这个车已经大换代了，大换代以后车的尺寸更大，也比这个颜值更帅了。旁边再有一辆208，然后旁边是 308SW， 这是一个新车哈，二杠 D 的黑颜色哦，而且是一个入门配的，那个獠牙是断续的，没有连续。刚才在远处还有一辆那个起亚 Leho 那个混动版本充电的，这又是一辆，也是一个充电版本，就 PHEV 的版本。这里面居然还有一辆 IONIQ 5， 这是我们公司唯一一辆，现在 EV6 都有两辆或者三辆了，但这个 IONIQ 5 的话这是唯一的一辆。我特别喜欢这个车的设计，哎呀，特别可爱，而且很科技感。又是一辆起亚 Stolik， 这个小车卖的非常多呀。